好，我是冷萌，你是李阿姨介绍的王炸吗？是，你好，请坐，请坐。不好意思啊，化妆的时候耽误了一下，迟到了。其实你不用化妆的，漂亮没用。我妈说了，找媳妇儿千万不能找漂亮的，不然你得防着其他男的。只要会洗衣做饭，有一技之长，能挣钱就行了，千万不能找个花瓶摆在家里。你点菜了吗？我有点饿了。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所以还没点。你看菜单，点你喜欢吃的。好的。这个皇帝烤鸭看起来还不错。烤鸭不能吃，我妈说了，烤鸭体内的氨基酸在加热和分解时会产生基因突变的物质，这种物质很容易导致癌症的产生。我妈还说了，吃烤鸭可能会感染各种寄生虫和禽流感，待我生病了怎么办？也是。要不吃红烧排骨？猪肉就更不能吃了，我妈说了，最近非洲在闹猪瘟，万一我们吃到的猪是生病的猪，那就麻烦了。你来点菜吧。那行。服务员。先生你好。我们要一份红烧苦瓜、苦瓜枸杞汤，一份拍苦瓜，谢谢。好的，两位请稍等。我妈说了，这几天比较干燥，容易上火，多吃苦瓜对身体好，清热解毒。嗯，是。听说你是哈佛毕业的，一个人在国外读书应该很不习惯吧？也没有什么不习惯的，就像在家里一样。我妈怕我在国外没人照顾，就陪我一起去留的学，平时给我洗衣做饭，打扫卫生。竟然遇到那种男，相亲这么多次，好不容易遇到有钱长得又好的，要不再忍忍，可能他只是太听他妈妈的话了。我们吃完饭之后有什么其他的安排吗？我听说有几部电影好像还不错。看电影？我恐怕没有时间。我妈睡得比较早，我得回家陪她睡觉。陪你妈睡觉？是啊。你都30岁了，还能和你妈分房睡？是我妈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要先走了。菜还没上呢，是不是不合口味啊？要不咱们换一家吧？你是没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我对我们的相亲很不满意，以后请不要再联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吧。相亲失败的事，我得跟我妈商量一下才能决定。妈，你觉得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？神经病啊，妈宝！我这哪是妈宝啊，我这是孝顺。这个不行，脾气太暴躁了，一点还不温柔，不是个贤妻良母。最重要的是她脸上没有旺夫痣，不能忘。行，妈，我都听您的。哎，对了妈，你说我这条件也不错，可我都相亲162次了，怎么又失败了呢？没事，这些女孩太有眼光了。妈呀，再给你安排一个。谢谢妈。服务员，我那个苦瓜都给我打包啊，我妈特爱吃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6:30。